原来是你来了。当日群妖攻山，你曾自请前去疏散香客，之后我一直无暇问你，那些被困香客如何了？我们在这儿待了许久，等来的总算不是妖怪了。哎呀，抱歉，好容易等来帮手，我一时高兴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小尚而已，先不说这个，你能不能先帮我们个忙？院子里这些人都是来太华山进香祈福的，事发突然，他们来不及下山，恰巧被我们遇到了。我们本来在用武灵修纸阵防御，结果刚才那伙狼妖撤退时，竟然拼死抢走了放在阵眼的灵犀石。现在他们虽然暂时退下，但肯定很快就会重新集结。那个灵犀石一共有五块，你可千万不要漏了呀。全都被抢走了？刚才一团乱，这不是一时没顾上吗？手夜叉好生奇怪，周身一股邪气，偏偏力量又比寻常妖物大这么多。小心，集中精神，当心他趁机反扑。不久不久，看到周围那五个法阵了吗？快去将灵犀石按照顺序放入阵眼，我们帮你拖住四手夜叉。五阵相生，彼此相连，你需要按照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的顺序放入灵犀石，可别记错啦。
这里的妖物交给我，你们快去看看香客可有受伤。哎，你来得正好，这家伙说什么也不愿在这里疗伤，你快帮我说说他。听到没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只是被爪子挠到，不碍事的。这还不碍事，刚才那家伙可是有四只爪子。反正疗伤到哪里都行，既然我们找的人不在太华，继续待在这里也是无益，不如尽快启程去下一个地方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不过等离开这里你可得听我的，先把伤养好再说。这次多亏你帮忙，那个咱们有缘再会。多谢。小朋友，今天怎么有空？这两个孩子倒是有趣，你也不必遗憾，就如那位小姑娘所说，有缘自会再见。